他爹。 你们就是巴萨的瑶瑶他爹，小心！ 听说每年这时候，林家镇的月亮最美、最亮。你们可曾见过？想知真假，过去看看便是。父亲，朝阳，去林家镇娶个女人回来。是。你就不好奇，为父要你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不就是个女人？ 瑶瑶生病，我去看她，才知道她的父兄来雪原沙林社取灵和为她医病。可惜我来晚了一步。这事，想要林河和我们说，我们帮他猎回去就是了。瑶瑶是个生人，向来要强，怕别人瞧不起她。 在这冰天雪地里活着，什么生人修士，只有抱在一起才能生存。别哭，一哭就是输给了天命。瑶瑶他爹，你真是太着急了。再过一日，便是今年的月圆夜。 生日。
生来便无缘分，可那又如何？我们都是林家人呐，走，回家，一起看完今天的月亮，再说再见。 醒了，怎么又是你？除了我，谁会这么关心你啊？又是那个梦，又是看见自己小时候打扮的古里古怪的，站在那个宫殿前，又是那四张不知所云的图。嗯。哎，书中有解，你做这梦，是因为你心里想换房子了。 上次你拿的那本书，说我想找女人，这次又说让我换房子。兄弟，少读些乱七八糟的书，人都读傻了。秦烈，你的梦会不会跟你脑子里封印的那颗寄灵珠有关？这颗寄灵珠封印着我10岁以前的记忆，也不知道是谁放的。 我要修习炼气之术，然后找出寄灵珠的封印手法，再用雷法劈开它。开元万象通幽，每破一劫便是一次雷劫。且不论你能否在雷劫下生还，寄灵珠可是封印在你脑袋里的，别到时候劈不准，一下子把自己劈死。若是劈死我的同时，也能劈开我脑中的寄灵珠，那我也算死得明白，值了。哎，你有你的道理。 但我也有我的道理，你先听听我的道理。写了吗？写了。今天你写了什么？萱萱。你写萱萱做什么？有杀气。杀气。秦烈，随我去琼英谷猎羽兽，走。萱萱，羽兽可是炼体境巅峰的群居巨兽。 灵儿小姐，作死自己去，抱歉，我还没活够。这里来了个行商，卖的羽兽斗篷能御寒可避尘，我甚是喜欢。可姐姐说，钱都被你拿去炼储雷玉牌了。哎，既然如此，你去帮我炼羽兽。哎，萱萱别动，你快放下，这储雷玉牌里面注满了雷霆之力，会炸的。啊。 那我就把这破屋子炸掉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你看看，这是雨欣今晚祭月的纸条，你对得起萱萱吗？我真让我失望至极。萱萱，你自己看吧。 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！不给看！拿来！不给！拿来！我，焕欣，你写了什么？别跑！给我站住！
于是，这是金蝉从这副金叶子上取的朝令，小心放好。琼英果娇贵，每隔三个时辰浇灌三滴，三年开花，三年结果，是老阁主续命的药引。灵隐，我们林家真依附星云阁生存，世代以种药为生，绝不能在这出了半点差池。哎，来了。你只是炼体境界就能同时修化这么多雷霆之力，换作是我可能需要两年才能做到吧。秦山爷爷给你的灵诀真神奇，我猜只有白炎级以上的高阶大陆才会有吧。羡慕了，早就想教给你，你不学啊。我天生水灵体质，又身带火毒，只能修炼水灵诀压制，其他灵诀还是算了吧。来，饿了吧？嗯。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？反正都是你爱吃的。昨晚又做梦了。一样的吗？这个梦困扰了你十年，你也这样修炼了十年。雷法提升了，炼气之术也要提升。我要打开寂灵珠，弄清楚我是谁，还有这梦里的一切为何出现。最重要的，是找到我爷爷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林家镇？我还要修炼，要去得更高更远，比如说气聚宗。那林家镇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吗？啊？对了，去年送你的一心液还在吗？昨天晚上刚用完了，扔了。我知道你肯定还有。这一心叶只能用一年，为何不种一片能用一辈子的叶子呀？一辈子很长的，要是说种就能种得出来的。那种能用十年的也行啊。哦，对了，雨师，今天晚上镇上很热闹。今日是祭月盛典，当然热闹，毕竟林家镇一年才能得见一次月亮。你写了吗？写了，你呢？写了。写了什么？心事只能月亮知。那你就不想看看我写了什么吗？心事只能月亮知。对，我还没吃饱呢，
8分饱，刚刚好，再多一份就计时了。想抱人家就抱嘛，撑过去，抱着。至于星夜的灵火，便如某人心中对某人的那团火。可是火总会灭，但有人偏就不肯让它灭。哪怕人家都不领情，硬是一年送一瓶，却不知人家只拿你当个胳膊，可断，亦可弃。可是人缺不了胳膊，但有左右两只胳膊。姐姐，他修雷法，随时会被劈死的，但他从来都不惧怕，这说明他心中就没有放不下的人，也包括你。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？林家珍一年才能看得见一次月光。你可曾见过百年才能见一次的流星？10年前流星来的时候，恰逢灵潮，万兽来袭，我受了重伤，没看着。我看见了，和秦烈一起看的。流星，秦烈，快去！明白了，姐姐，这个男人的眼界不在林家镇，他若留，我陪他留；他要走，我任他走。几杯雪缘也好，白银黄金之地也罢，我爱的只是他。诸位，今天是我们林家镇一年一度得见月亮的日子，我们请家主讲话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各位，今年呀，我真不讲，但是啊，我为大家吹首小曲。好，好。星云阁，杜家少主邵阳，叶家执事卓谦在此，林家家主何在？林承业率林家镇拜见杜少主。
拜见卓执事。谁是秦烈？拿下！住手！跪！事不明理不清，凭什么跪？跪！三个月前初九，你在何处？三个月前的事，你能记得清吗？卓执事，可是我们秦烈他做了什么错事？我凌家镇平素，唯有重要狩猎二事，并无其他。至于哪月哪日做了什么事情，也就是这些。如果你要说得很具体，我们真的很不好回答。不好回答，就是回答不出了。这么说，秦烈以雷法屠杀33生人村落的嫌疑无法洗脱。33个村落，几千条人命，皆被雷法所屠。极北万里雪原，唯一修雷法者，便是你林家镇的秦烈。雪原辽阔，难保没有第二个雷修。秦烈，昨晚你在何处？昨晚我们在雪原狩猎，还猎杀了一只银焰蜘蛛。我们与蜘蛛的尸体，便是人证和物证。我问秦烈，你答什么？林大小姐与秦烈感情甚笃，为他掩护，也是应当的吧。我们林家镇各个感情都要好，而且姐姐说的是实情，何来掩护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不为自己辩解吗？你可知道今晚是什么日子？知道。何必扫了大家的兴？等过了今晚，我让你慢慢审。不逃？不逃。好？不好。不好又如何？万一他寻机逃走怎么办？关起来。啊，我们林家素来和睦，无人犯事，所以这儿没有牢房。关去柴房吧。叶家守内院，杜家守外院。带路。走走走走。各位亲，有商人村落的人被雷法屠害，所有的人都以为是秦烈做的。现在经过查明，秦烈并没有嫌疑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啊，对对，误会，误会，一场误会。一场误会，抱歉。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在我们面前，你的辩解只是个笑话。杜少阳说你杀了人，你就是杀了人。老阁主重伤，杜叶两家为了争夺新阁主之位，杜家想得到林家支持，
为了保住我，就得归顺杜家。哼，原来不傻。小子，我可以救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不必了，锁门。我要睡觉。上锁。是。雨欣，雨欣，萱萱去哪儿了？萱萱呢？我没死，书呆子。现在被关进产啊？我让关的，懂不懂？哦，小时候我去找你玩的那个东西。待会儿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你偷偷把它放走，秦烈是不会出来的。不走等死啊！秦烈，你不与我合作，必死无疑。秦烈，装睡，死到临头还装睡。秦烈已经出来了，走，我们先离开林家镇。离开？为何离开？我出来是为了等月亮，不是逃走。还是雨师了解你。萱萱说你这次死定了，不走不行。你快回去，我要想事情，别打扰。你是等月亮还是想事情啊？两件事一起做不行吗？戴罪之身出逃，只为看月亮，值得吗？星云阁每晚都能看到月亮。听说星云阁的月亮，不过是隐隐约约，暗淡朦胧，还不如我凌家镇，一年一次，澄明原谅。你目光落在何处？紫雾海。戏剧宗。那么远，起点。你好奇那里有些什么？
在这极北之地，人们挤破头都想跻身星云阁，以为星云阁便是赤蓝大陆最辉煌之处，殊不知这星云阁只是赤蓝大陆最低层的侵蚀阶级，这世界之大人们永远都不知道。哦，这不在此吗？我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志同道合、志向与我同样高远之人，他可以与我并肩，上探苍穹，下锁幽冥。我看你方才一直作弊上官，明明是前来兴师问罪，可审问之时，却只让卓执事来做。似你这等工于心计之人，志同道合，倒不如说是蛇鼠一窝，更为贴切。这领域之大，赤蓝大陆也只不过是最边缘的一粒微尘废土。极北万里雪原，你林家镇更是微不足道。你秦烈志向再高远又如何？如果无人扶你一把，且不说你能不能走出林家镇，挨得过今晚都很难说。你劳师动众来到这儿，只为查案，没有别的目的？为何改变话题？因为与你话不投机。滚回去。